歌，那他都要安排三场吼，咱较怀念的歌曲，中国的歌曲来甲因做进行一挂，哇，看到咱曼君吼嘛是非常用心，对着咱歌曲的部分吼，拢有研究，有咧进步啦。咱讲的求新求变，要求突破，要求进步吼，来甲安排穿插咱的新歌曲《中风的车站》。嘿，对。我拢一直想起中风的什么高雄港、中风的港口，这段较怀念的歌啦。啊，这首歌曲吼较新歌，人咧讲的新歌动听，老歌使人怀念。穿插穿插，希望着咱现场好朋友都会当喜爱。来，再度吼，由着咱的曼君来甲咱介绍安排。好的，请到下季，谢谢。热情的夏季，一个我热情的夏季，心中把你冷心，带着你的爱谁，谢谢咱好朋友的颁奖哦，来吼，对着咱的曼青非常的肯定。